伯伯，你说我们家买套新房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中500万了？没有呀，没有，你哪来的钱买房？问亲戚借一点呀。现在买房子都很优惠，才5、6千块一平方。你是不是傻呀？借钱买房，三四线城市5、6千就优惠呀？我们租房子多少钱一年？好像7000多吧。那一年也就7000，10年7万。你都快40岁了，每天辅导 JBC 的翻白眼，天天都要借钱过日子，有70岁命的很好了。再住30年才21万，年年都可以换新房，住起来不香吗？那再香，那房子也是别人的呀。那你买了房就是你的吗？那当然啊。除了房产证是你的，你楼顶是不是别人的地板？是吧？那你现在的地板是不是别人的楼顶？好像也是。你以为花110万就全都是你的吗？只是买点空间罢了。好像有点道理。那当然，虽然是买了空间，有70年产权，但是房贷压力那么大，你确定你能熬到100岁？还110万，住40、50年还欠一屁股债。你是个嘚儿啊！